咗兄弟依家，唔知佢手有冇？兄弟啊！我頭先啊，我喺三樓跳落嚟，咁咧就有三個走埋嚟，打完三個之後啦。打開關斗，再向右再飛落嚟，再打五個，第五個之後佢又唔記得咗，跟住之後咪掛咗啦。咁點解個片你見唔到嘅？啱啊！唔係我掛到啲鐵皮，跟住就志雄哥孭我落去，孭我上車。哎呀，原來右手嚟噶！拍咗前段文戲先咧，唔緊要啦 ，OK 啦，係嘛？啊，估你邊個位中你啊？都發生咗咯，係啦，係嘛？你咧，好嘅，睇住你隻手啦，冇錯。總價位太難，最衰點啊？最多咪一拍兩散咯，大風車。喂，你咩樣搞到啊？千祈唔好搞我都過啊！OK， 做到呢度，做到呢度，我唔制唔到 MC， 但係佢嗰啲又好笑。刚才用力出血了吗？对对。OK。装备。OK。好了，已经搞好了，来了。哎，good。二三。拉拉小强上嚟啊！小强有冇事啊？没事，小强。呢个几好啊！有呢度好嘢，即系有呢个好睇。明白啦吓，几样嘢，小童起围位，同我冇试过啲一二三秒夹。阿志雄哥可以最尾排埋就最好啦。今天我们姐姐强是最主要是很容易受伤的，但是我们呢希望那兄弟们小心一点，谢谢。从这个位置跳下去，然后再跳到那里，从那个位置往上往上面。一二三 ，Action！呢啲啊，又唔係老貓燒須，係走到甩須。我哋爬到幾高啊？就高高。有几处你看危险的地方，这是最主要的。危险的地方啊，一定不要乱踩。这个地方不能踩，那个地方不能踩，这里不能踩，这里只能上两个人。待会儿我们呢，就是你看现在脚部的这一块位置啊，踩都不能踩的，就这样子稍微一过来以后就可以沿着这一条线，大家看到啊，往这条线那里不是有个玻璃的位置吗？就可以这样子跑。这样一点点，不要踩中间这个位置，全都踩这个高的位置。踩的时候尽量用一点脚尖，这样子轻一点点。还有到时候跑的时候，不是几个人扎堆这样子跑，分散一点点。这个地方呢，这个你们看到这个位置松了的，大家挂了就不要踩下去了，安全第一啊。要 check 行之外咧，我哋除咗其他嘅部門，盡量少行啲瓦頂，因為咧越行咧啲瓦頂係越鬆噶啦，咪一間就會做自己拍嗰陣時就唔夠穩固嘅，係點啊？跟住過嚟，就望一望，冇路，上咗嚟走啦，係啦，兩邊部路就喺呢邊，係唯有呢條路。唔好跟得太快啊，太急啊，先生。1, 2, 3, 2, 3
大家都知道咧，我其實係一個靚聲王嚟噶嘛。咁點解我把聲搞成咁咧？就係呢一個禮拜內不斷就叫咪走，唔好喐，咪走，信唔信我斬死你？所以我把聲咧就變咗咁啦。咁希望大家聽到我把聲咁咧，再睇到戲咧，即係覺得我好出力去做呢套戲，亦都希望大家支持。你小心，希望再有機會同大家見面。拜拜。 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拜拜咁多位，香港見。好矛盾，又開心完成咗呢一個拍攝嘅過程，因為咧快拍完又可以快啲睇，但係咧亦都好傷心，冇得朝朝早5點鐘起身就見到呢班靚仔靚女。咁希望再有機會同大家玩啦，加油你哋，MC Jin，peace。Thank you，MC。